往那边走，那边好多怪啊。我在隔着墙壁硬切哦。光知道了，等一下。他这边可以挡箭矢啦。好的，感谢你。总之硬 A 过去就对了。我已经把潜水附近的怪清掉了。哎、欸，你也不吃啊？有血满的。我这个。不是啊，我等一下用。我用泉水回血，浪费。哦，反正不喝也浪费哦。不喝白不喝。这里有东西，欸、这什么东西？快点，地狱门。知道。快来上面看地狱门。地狱门，地狱门，蓝色的哦，蓝色的。哎、欸，这好像去另外一个地方哎、欸。要走吗？走啊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先存啊？啊，先存矿石啊。对对对，我身上有两个矿石。要不然我们这里绕完再过去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没地方绕啦。差不多绕完。矿石在哪里？上面。没有存矿石的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那就算了，走吧。哎、欸，要开吗？还是那个根本开不了？不知道。不要。你等下，你说不要是什么？不要是。哦。有料，走吧，老板。哎、欸，请说，怎么了？矿井？哇，这是……对不起，我刚切画面回来。啊，九口叫我干嘛？背一下 YT， 背一下 YT。哦，哎，保护，保护你阿妈的，不是不是，刚刚怪物直接在你旁边出现，不是这关到底打怪刷经验，木瓜嘞，他好像还没起床吧？我刚一直赖他都没回我，哦，死小孩，昨天熬夜是不是？对。我昨天十二点还在，还醒着。对，没有他一点多的时候还在。可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好了，可以救我了，我心里准备了。他是要打关一关，然后要把那个打满的、欸。哦，反正要打小怪啊，不是打人吗？然后全部清完，他就是打完一次，然后他那边会亮一，好像全部把他打满的样子。看有攻手，有攻手。就我这个打我打不赢。等一下，没魔了，没魔了。O O N。血太厚了吧？啊，要血。哦，有一只庞克头的，哦、我看到，哇，好帅哟！有庞克头，快打他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打不到他？啊，可以。哎呦，这么，没事。哎、欸，他会挡啊！妖气！等一下，干，雷克！我目前没风去救。没事。哦，他要多少啊？哦，剩三关。可是他出的怪越来越，越机车。对，他应该是把后面的怪都出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不到？安啾，就是你。哦，你刚有救我。有啦。什么？因为我这边画面看不清楚，我是有起来的。抱歉。可以。你先边走边救。快救！安啾。拍谁？要死哦！要死的是全体一起死哦！哈哈哈。哎，有水喝水、哦。阿飞小心哦！阿飞小心哦！有喝了喝掉了。
最后了吧？我看他射箭，好、哦、是看到了射四八箭的吗？我去，是哎、欸，万箭齐发哎、欸，太屌射了吧！是能射四支箭的万箭齐发哎、欸。这次找不到，太大，没了吧？拜托，拜托！我要没魔了。先把这是快要爆了，箭快要爆了。十字箭的蛇，十字箭的蛇，我要崩溃了。怎么还这么久？太多了，该打爆这个了吧？对啊，现在中间打爆爆了啦！哦，哇，随便挑吗？没事哎，随便拿，当自己家。每个人都可以捡一个。哇，拿好爽！哎、欸，中间可以拿哎、欸。连杀解锁，这就有什么东西可以的？成就。哇塞！哇，去回去回去。东西拿好多、哦、啊！看一下自己的装备啊，因为他装备好像有他的那个装备的特效。不是，珍宝之盒，药剂师的草药。那个，你继续开分身账号哈，我继续奔，加油！你还可以开几个？加油！怎么了？哎，没有，有个一直骂干啊！你管我干啊！哎、欸。啊！直接跳到第二关啊！我喜欢，我怀念第一关哎、欸！我刚刚没装到水呢。哎哎哎哎哎！阿贝，被蟑螂吓到啊！原来偷这关，嘿，这关要找墙壁了。有攻手，有攻手，有攻手！攻手交给我，攻手交给我。他兵啊，我没有。我好像，我要看一下我技能。天明啊！这里有东西，这里可以存，可以存，可以存。好，我存了。你要七存吗？给。可以存。哎、欸，隔壁这是什么？等一下嘛，先想办法可以活过去，去！嗯，这是什么？按吗？嘎打。哎、欸，然后嘞？啊，干！要记他刚刚有哪些亮的？啊，过不去啊，再踩一踩吧。等一下，先记一下大概有哪些东西。啊，你怎么说？你先走。为什么会有苹果？哇，失败。吗？好，好像是失败。应该是失败的关系。下次看到那个就是先记一下图。啊，脑容量不够了还要记。看到一堆蝙蝠冲出来。我、哦、这个该不是连击吧？嗯、蝙蝠。快死了，我先跑。嗯，不行，都是打不开的。哦，我找到了，没事啊。啊，可我找到下去的路了，没事。
还绕背，冲啊冲啊！<笑>狂热兄弟会，哇，真是随便摇一下我都死。<笑>所以按钮嘞，没看到按钮。点几下都冇人点。 啊，你都要找人来吃饭时间。干嘛？对啊，贴着墙壁按那副是不是？咖啡。我刚刚是贴着墙壁在找。嗯？嗯。你的血量很危险。可以啊，十几。再找了，再找。不是啊，我们四个人都连在一起啊。对啊，你不要。 我待在这里就好了。红钻，在哪里？它就是一个正方形按钮吗？那阿贝，我，这里，就是，它这里有个可以按的。你接过，接过。哦，太不明显了吧？好好好，你按。 捡矿石，捡矿石，有很多钱哦。嗯，好像蛮多红钻的吧。嗯，我刚捡到一个。没有宝箱，生物。然后我记得有补血的吧？哦，钻石。钱。哦，没有。好啦，这边啊，生物。哦，没东西。我要撑到下一关了。<笑>这关也没泉水。 前面都捡了啊！双人，放那边有放还进不去，幸运。 转化之界，神明江获得。有种早按钮了、欸，这么快、啊？哇！等一下，我这边有点刺激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阿贝，你要小心。对。阿贝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母死了。有花哦。哦，刚刚有好多东西哦。 真木，好了，可以解锁了，结束了吗？药水，药剂，解锁药剂哥，变成，解了。购买和新升级。哎，等等，我解锁了啦。上面那个点技能那里有紫色，刚才我们打赢的那个。哦，所以门可以开吗？哦，药剂在这里，在左下。 看来还是不行。他可以让你的药剂使用，对，右下，他可以使用药剂两次，然后药剂恢复了生命跟恢复的魔力。这个好，就全买了。我不能全买。没钱。我也没钱。你设的那个什么？这个干嘛？就只是个宝珠，他这样介绍的。 挂了。嗯。
看，现在才有橘子，刚才什么都没有。哎<笑>、欸，为什么打怪开始会有头上会有个紫色的那个啊？连击吗？应该是刚才那个连杀的什么？哎、欸，你们有吗？有。哎、欸，有。要不要再来玩啊？走到城中门喽。哎、欸，又有。先把地图清一清吧。啊。 是他小，哦，怪，啊，哎呦呀，我来啦，走阿贝，啊，楼下。 也是也工具了，咦，我要先存了。两个矿，能存就存。虫啊！<笑>教堂可以解锁到牧师外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过不去。Loco，你说的哦，我就存一百，我就存15个哦。 解锁教堂，嗯，永久的 buff、欸。好，为了救。我觉得不用打中间这个吧，不是怪清完会有下一波吗？还是可以不用打怪，只打这个。只打这个就好了。这是怪会打你。对啊。<咳>有吗？你觉得有用吗？我不清楚。 哇哇！哎呦，有红色的怪，有攻手喽，小心哦！哎、欸，我打破了，快啊！觉得直接打不就好了？真的可以耶！<笑>我从刚刚一直没理你们，你拼命在打，有点。 我刚才是边打边有怪靠近我就打，没怪靠近我。我是把靠近我的怪打死之后就开始一直打，不管你们。YT 又来了，好，我又来了，谁在这？脑袋坏掉。好，这边，我觉得他是10分钟后可以打字了啊，应该是10分钟吧。对啊，来来来，继续打字，我等你。 装备品质有绿色的、欸，嗯，对吧、啊？我先看一下目前的装备有哪些。我要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喝3次水了，超屌！<笑>3次水，你的药剂工具有2个。 钻石，哎、欸，水喝一喝啊，不要生啊，有药水啊。
如果药水只能回一次，有没有？应该没那么坑吧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右边都是花，右边都是花。哎呦，啊那边是啥小？哎、欸，我连击这个护盾好屌、哦。鬼屌，我快死了，水喝完了。下面也有花，下面也有花。这也不是我能解决的，我先推到后面了。花在哪？好，所以是回几个啊？回到满吗？就回复对啊，回到满。花我解决不了，所以我先逃到后面去。右边那个超可怕啊！得一个，解决一个。两个，啊，我来回眸。然，看聊天室。哎，右边有想打吗？要打吗？这个不知道怎么打、欸。我攻击距离太近了，打不到他。我完全不敢靠过去。我不是花的攻击距离好像挺短的，什么你也摸不到啊、欸。卡枪！哎，干你妈的！你站太下面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！你再讲啊！你再讲。不是，我觉得可以把中间打掉之后开个宝箱，我就走了。你们去别的地方好了，都跟你们讲啊！你现在是看我压力很大、啊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就是要拿那个钥匙。哎、欸，火球，再见。哎、欸，有有有，这有那个可以打破的墙壁。哪里？等教主来再打破这个这个。等一下哦。哦，所以这块啊，好，我看一下呢。我来了。我去，我可以跑步。来了，长怎样？这个这个。下一点。啊、哦。怪物手册。等一下，我剩两朵花，剩最近的那两朵吧。而且我觉得可以冲进去了、欸，阿北啊！对啊，就开了就跑啦，好换下一个啦。怎么会有怪？他妈！下水沟，会有蟑螂。我看一下金大手，
我的水喝完了，怎么会？不小心按到空白键是不是？好像不小心空白键按太多下了。刚刚六个框，把它送上去。 我是，我原本想说我盾牌可以挡，所以我就往前压过去，然后他是我没有盾牌的那一边。<笑>下面怎么感觉有点刺激啊？ 不客气的捡的，不要踩过去，妈的！哎，这个，这里，开了，我去看之前的位置。 哎、欸，那个还没开吗？有那个我按了。哦，我很忙、啊，我的朋友都给我熬夜不睡觉啊。<咳>这好像还好。我要去存一下东西了。这次好像没什么。 好东西，没事啊，他就小孩子嘛，啊，如果发现他年龄群可能是三四十岁，那可能是小孩子拿自己爸妈的账号来留言啊，没事没事。上帝，没钱啊，77块啦，哦，金的书哎。 我是2块钱，黑铁棒，有几率敲晕敌人2秒，太棒了吧！盾牌呢？<笑>我盾牌只能挡，哇，下面好热闹！你下来点啊！<笑>哎呦，右边也很热闹哎。
哇，你两个了哦。嗯，我刚买了一本，我要手杀喽。哗啦，哗啦哗啦，好啦，我要补广告了。要不要暂时给我板子？有花、啊，刚刚是讲花哈。给你板子，行政管理员，这样吗？好了。给花不给花了，给那个扳手了。哎、欸，金钥匙吗？不、哦。按错，要按上的。嗯，我觉得一定要救你们才行，不然我会摸不到。等一下，你要救我，跟我讲一下哦，我在传。哎、欸，按！我靠，为什么？而且木木在前面打，欸、我躲。等一下再救我。我没有办法躲。老铁，啊，错了。好了，可以救我了，我来吧。你确定？我好了、啊。我是不想救我。先打死他吧，他们先打死。他打太慢啦、啊。要过来救我。两个，两个人要小心啊。真的是是。旁边有苹果，旁边有苹果，就是去吃。繁星，繁星，繁星，繁星吃。看那边，看就有蟑螂叫我吃的。嗯。谁去猜？大阿鱼月，你不用，你不用剪片或做事情的。我推。他也举盾。下面有会放毒的哦。阿飞，如果你一个人要怎么玩啊？啊？那是直接冲进去，一个人玩就不会有战犯的问题了。团灭啦！为什么就只有一个人的是蓝色的啊？你有看什么蓝色？左上角的那个啊，玩家的绿色都是绑在一起的 啊，怎么会有一个是蓝色的？有看到嗎？不要的吧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客气，去吃啊！不，我觉得这很危险啊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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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。哦哦哦！矿石矿石，老头，等下圣母支开了，等一下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爱开。是我已经没魔了，这有点尴尬。对啊，后面这里啊，后面可以补魔。左边，哪边可以运矿？也有钥匙哎、欸。走哪？上面、下面？下面好像有花。下面有花。哦，去到虫虫，他在哇哇，等一下，
干，他怎么会动？这东西怎么讲，我的盾牌都挡不住啊！他怎么会动？完了完了完了！我要死了！我是被逼到。干！刚想说花打到一半，上面东西下面都有东西。运送在哪里啊？运送不知道哎、欸，左上吧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左上那个那个是我们来的地方。来的地方。我死哎、欸，花死。什么？我靠！安啾，安啾，你怎么了？安啾，被射死了。干！好累啊，这游戏。下雨了、欸。我没撑伞，我没撑伞。我以为你是说现实。啊！哎，他是说捐一些钱来获得永久的祝福、欸，哎。教堂啊，对啊，解锁牧师，然后就然后接下来就是给钱，然后获得住。啊，我一定要当牧师。叮，废物老头，那边能买东西吗？哎、欸，有啊。哦，一开始就可以买了。对啊，就是你入场前，你可以来这里买东西。因为我是想先买那个钥匙、欸，有彩虹哎、欸，彩虹哎、欸，彩虹你，好，够，单机好像很多永久。所以就是要一直要矿石啊啊！存钱买矿石，然后一个矿石要一万五，我一千万，对，还一万五啊！他是不是只要打过就会有这个啊？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没有什么。传送门啊！对啊，他是不是打过第一关都固定有啊？不清楚，有可以刷的吗？对啊，啊，他那个就是要直接让我们去第二关的。对啊，是我刚才想这个啊。应该是就是第一关的 boss 打过就会有这个。还有一个矿哦，花很多时间的游戏，对啊，